8月22日上午，韩国国民妹妹金所炫因综艺节目拍摄行程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出发。当天金所炫身着红色连衣裙，脚踩白色高跟鞋，甜美可爱，一下车便被不少路人认出，国民度超高。在进入机场之前，金所炫为配合记者拍照特意停下脚步，礼貌满分。据悉，此次金所炫前往美国洛杉矶是为进行真人综艺节目的拍摄。魔方全媒韩国报道。